今日要訪問的就是阿 Fred 哥林顯廷啦 ，Hello 你好 ，Hello 大家，點解你叫 Fred 哥咧？因為呢個名好細個得翻嚟，我記得是好細個隊友改嘅，但我唔記得點解，因為嗰陣好細個啫。同你的身形有冇關啊？有，就是因為我肥嗰陣時，所以就改咗呢個名出嚟。但你細個嘅時候比而家更肥，肥啲添啊，就係，即係初初練，有時可能 U13、U14練波都玩玩下咁樣。即係到U15、U16，咁知道自己可能我讀唔到書啊，咁就知道係行踢波呢條路啦，咁就仲即係俾心機啲咯，勤力啲咯。其實 Fred 哥你就應該係16年嘅時候就應該係車路士足球學校，阿岑哥培教練就比較低調啲啦。咁你點樣評價呢位教練？好，即係唔似佢。外表咯，即係佢外表可能好大隻，因為好粗狂咁樣，但係唔係咯，即係佢都會練，即係以為佢技術唔好啊嗰啲咁嘅球員，但係佢都其實係練好多技術，係好細心咁教你咯。係，我哋又形容一下你幾個隊友啦，而家係戰友啦，即係譬如阿 Jordan 同你好熟啦，跟住而家同你一隊嘅謝嘉榮啦，嚇咁啊，佢哋兩個已經細細個嘅時候已經被譽為即係。好出眾的球員啦，你又點睇佢班僆仔兩中的表現咧？佢哋係好出眾嘅，喺我哋嘅嗰班入面特別，即係咁 Jordan 細細個就一個踢曬嘅，即係你好細個你俾個波佢，佢又可以扭到俾你啊，入到波咁樣。咁嘉榮就更加啦，佢個身形係極少有添啦，直情喺香港入面，咁特別出眾嘅呢兩個係真。咁你咧？你喺嗰班同學裏邊，你係咩角色咧？我係搞笑嘅負責，因為我嗰陣時好渣嘅，即係佢哋全部都入咗香港隊嘅。我嗰陣時係冇份，可能我諗我上富力嘅前一年先係第一次真正入選港隊嘅大名單，即係青年軍嘅。係。因為你在車路士足球學校的關係，就後來就被人引薦了你去葡甲嗰度試腳啦。當時就去了呢一隊叫派達德試訓咗20日，有一個點樣的經歷咧？係一個捱咗20日翻嚟嘅經歷，即係喺嗰邊係溝通唔到嘅，即係你唔會即係有兩個我哋去嗰隊有兩個係中國人，咁有一個係唔識講普通話嘅，但係唔知點解。另外一個又識講普通話嘅，咁我去咗20日嗰邊嘅隊友啊，唔計我有一個同我一齊去噶嘛，唔計同我一齊去嗰、那個，佢係唯一一個同我講過嘢嘅人。即係你係甚至練幾點都唔知啊，你係問佢啊。有冇喺嗰段期間有感覺哇？即係我好似俾人歧視咁樣。有，因為佢哋有時係望住喺度笑，成班喺度笑，但係你又唔知佢哋講啲咩，即係好真係似俾人歧視。語言隔膜係最大問題，即係可能。你話人哋好勁嘅，但係你可以同佢傾到偈咁嘅話，咁都好好多啦，即係可以有朋友咁樣。但係咧係又唔夠佢哋聽，有冇朋友咁樣係好辛苦。之前睇訪問話你喺葡萄牙嘅時候係用俾人屈機嚟形容，係啊？點解咁講咧？因為佢哋真係太快，即係有個黑人球員啦，就唔好話黑人球員啦，我同佢跑喎，咁鬥快咯，人哋俾直線，我同佢跑啦，佢係攞隻左手。你撳住我隻右手，我隻右手咧，咁你跑步係咁樣跑噶，我係抬唔起嘅，我點解咁樣跑？即係完全係跑唔到。喺香港嘅港超有冇啲咁樣嘅？喺香港咁嘅力量嘅人，你遇過？盧卡斯咯，盧卡斯啦，艾華頓都好大力量，但係就唔會話即係有咁誇張咯，因為。你有做 gym 噶嘛？咁我嗰陣時又未有開始做，你冇做 gym 啊嗰啲咁，所以就咁樣。即係甚至乎嗰邊係有一場友誼賽嘅，佢哋嗰場對奔飛加嘅。咁就2-2嘅，佢哋打和奔飛加。咁嗰場係我去咗唔知第3-4日，
咁我哋係冇踢幾多場，係齋跑圈嘅喺隔離。喺佢哋下半場，我哋就跑咗成個下半場。但係佢哋係好快嘅，我係跟死捱先跟到佢哋嘅，真係好快啲體能。係。翻嚟香港知道，哇！原來個世界咁大啊！咁翻到嚟要再努力啲喎，就先可以追到出去，即係先可以有機會去外面踢波喎。即係見識到個世界係咁大。喺富力嘅嗰一年裏邊咧，聽你啲訪問講話，你上上落落都好辛苦喎。嗰陣時候又點捱？嗰陣時就其實舒服好多嘅，特別葡萄牙嗰度係搭車上去有啲辛苦嘅，咁要我諗三個鐘喺羅湖搭車去到三水，傾偈啊乜都完全冇問題，好 friend 嘅。咁就算係講普通話嗰啲咧，都冇乜都傾到偈嘅，係咯。但係本身你啲國語有冇俾隊友笑咧？有，第一日上到去，咁佢開會啊，咁佢哋叫我自我介紹，咁我就話我係林展廷嘅，嚇，跟住佢哋過用普通話講，我又唔喺度再講啦，費事講。跟住咧，我講完普通話介紹之後咧，佢哋醒個會議廳喺度笑啊，咁嗰陣時我好驚噶，我唔識啊，第一次上，我驚到震曬。係，阿西榮有冇笑你啊？西榮有。我記得是張國明啊，阿明叫我做係西兵，係啊，叫我做普通話嘅自我介紹。佢玩我嗰陣時係，佢知道你講得唔好係咪？佢唔知啊，我唔識佢啊之前。係。咁佢就叫我講，我就真係講咗，跟住笑，笑到佢袁貴都仲笑緊。咁你而家有冇信心用國語講自己嘅名字？冇，唔好講啦都係。你16歲就已經開始踢咧？聽講你頭兩場都踢到抽筋，係啊，60分鐘就抽咗筋。第一場對飛馬係67分鐘到60分鐘呢個位置差唔多抽筋啦。第二場對元朗直情要擔架抬走喎。跟住第三場對大埔其實都抽筋㗎啦。跟住但係阿西洋就叫我你行啦，你慢慢揼住跑住咁就冇事㗎啦，唔好諗呢樣嘢。咁結果不過捱下，我真係踢咗90分鐘翻嚟。有冇因為抽筋俾隊友笑啊？可能冇。係。咁即係點解大家好記得你，都係因為你今年嘅入球率真係超高啦，即係入咗5球，但係已經係華人嘅首席射手啦。點解今年可以入到咁多波咧？其實可能我個位置咯，我踢右翼位啊咁。我哋夢想都有踢反擊啦。咁可能我體能好少少啦，可能可以成日衝到上去啊！打反擊嗰陣時，咁個波又碌俾到我啦，即係有幾球係反擊啦。咁好彩咯，同埋第二樣嘢就即係我睇上場青杯咁樣個波都彈咗落到嘅，咁就好彩咯，真係好彩。即係環顧你入咗嗰5球，你自己係點樣評價嗰幾個入球啊？絕大部分都係好彩，唔係應該唔係絕大部分，應該係5球都係好彩。你叫我射多次，我都真係未射到。即有2球空門，1球傑志彈到俾我，跟住有2球啊，都係好彩啦，都係好彩。係對南區你入2球嘅一場波。第一球我記得嘅嗰2球好深刻嘅。第一球嗰個窩裏，你俾我射咗10次，我諗都射唔翻球呢啲。跟住第二球就空門你啊！就又係彈到我度咁樣，因為你嗰個位置都唔係去入波嘅呢個責任啦。咁所以你呢幾個入球令到你亦都有好突出嘅表現。咁今年嘅最佳年輕球員，你自己有冇信心？冇乜，因為其他候選人即係樂仔啊、明啊、阿龍啊、B B 嗰啲都好好啦。咁即我就唔會話去勉。即係特別着重嘅呢啲獎項，即係我最希望就係做好自己，咁幫到球隊贏波。咁如果有呢樣嘢，呢、這個最佳年輕球員嘅獎係 bonus 咯，係一個，即係唔會話強求呢樣嘢。嗱，你都知道啦，每年就選2個啦，你睇好邊2個？今年啊，阿龍同埋鄭展龍，同埋阿明咯，胡俊明咯，係。
咁樂仔都好好嘅，但係咁佢攞咗兩屆啦，咁就可能阿樂同阿明咯。哦，咁我之後睇下你估唔估中啦，可能呢條片出街嘅時候已經選咗都唔定。頭先你講緊睇好阿龍啦，即係鄭展龍啦。咁你知唔知佢個普普龍嘅名點嚟㗎？梗係知啦，即係係咪你改㗎？唔係，梗係豪哥改㗎啦，一定係。因為佢嗰陣時就啱傷好個十字韌帶，咁就即係唔 fit 啦，體能嗰啲成年冇練波咁樣，跟住咧，咁我哋開季強度又大，咁我就嘔咯。所以就叫寶寶龍，好似嘔都嘔咗兩三次㗎，係咧，總之嘔咯，就係、是、嘔，所以叫咗呢個名字。西榮又點樣去評價呢個教練？呢個真係好好嘅教練咯，良師益友咯。嗯，我同佢相處係即係好似個朋友咁噶，我同佢。你看我跟他說話是不像是跟教練說話的、啊、即你是的，但是我會好聽他說的，在球場上面，但是在球場下面我們是真的好像朋友一樣聊天的。是 OK， 接著這一部分最後一部分就球迷有事問啦，球迷就直接問出你的問題，我代他問你啦。首先第一題就 Cable Lee 問你會不會外流，如果外流最想去哪裡落班？中國啦，我諗即係想外流嘅。如果有機會，中國咯，因為近啊嘛，同埋當內援啊嘛身份。咁如果去其他國家當外援嘅話，就會難啲咯。語言能力你 OK 嘛？還可以咯，即係想踢咗啲副力都 OK 嘅啲普通話。Walkie Ten 就問你減到肥會更勁，你覺得係咪咧？應該係嘅，應該會快啲嘅。減到嘅話，減緊㗎啦已經。OK。Frank Chan 問你有冇諗住讀翻書考 DSE 喎？應該唔會，唔中意讀書啦，一嚟二嚟都讀唔到。咁阿莊希南就問你覺得自己最佳位置係咩咧？逆風、逆位定係中堅啊？覺得？我諗冇話最佳嘅，咁即係如果教練擺我落去，咁我就盡量做好佢咯，就冇話邊個位好嘅，因為我而家仲後生。咁試多啲位置都係好事嚟嘅，自己。仲有問你個上季喺富力最大得益係咩？首先體能咯，體能一定是進步最大的，跟住技術咯，因為體能同技術咯，因為體能就大陸嘅訓練就一定是比較辛苦啲啦，對比香港，因為有自己的場地同埋個時數都不同嘅香港。咁技術就因為啲內地嘅球員都注重技術嘅，咁都會有啲進步。嗯。嗱，呢個叫 Andy JJ 就問你，阿 Fred 哥會唔會試下去亞洲、歐洲啲次級聯賽落班，唔好學歐聰、陳俊樂咁樣喎，即係話翻大陸啊啲。咁有，如果去到歐洲咁，梗係最好啦。咁始終人哋發展得咁成熟，咁去到嘅話就梗係好嘅。咁目標嚟嘅，即係去到歐洲。OK， 英文你 O 唔 OK？ 唔 OK。不過如果去到嗰度，即係如果去到歐洲咁樣，一定會學嘅，係啊。OK， 好。你睇緊嘅係香港本地足球專區，我係林婉婷。